Hello 啊，大家好，呢度有 Epic Crimson 同大家解说 Pokemon Go。咁啊，由6月21号开始啦，第一个雷吉成员雷吉艾斯冰柱神啦，就会成为呢个 Pokemon Go 嘅五星团体战 boss 啦。而相信跟住落嚟嘅两个月都会推出雷吉洛克同埋雷吉斯奇鲁嘅团体战。今日咧就简评一下雷吉艾斯，咁啊顺便咧都讲一讲佢嘅团体战攻略。咁首先啊，又俾啲冷知识啦。第一啦，三柱神其实咧就系象征住史前三大时代嘅石器时代、冰河时期同埋呢个铁器时代。咁啊，第二啦，三神鸟首领就系利基亚，三圣兽嘅首领就系凤凰。咁其实三柱神咧都有个首领噶，原来咧就系第四代嘅雷吉奇卡斯 Regigigas 啦。咁啊 ，Regigigas 系属于呢个普通属性。咁据闻呢个三柱神呢，其实就系呢个雷吉奇卡斯利用冰、岩石同埋钢铁呢嚟模仿自己嘅样子整出嚟嘅东西。第三啦，雷吉艾斯嘅英文名应该叫做 Regis， 定系好似啱啱动画所讲嘅 Regis 呢？嗱，就算直到依家呢个争议呢都系好大嘅，但系呢比较多人呢系会觉得 Regis 先至系正確嘅发音。咁啊，一嚟咧，日文咧原音咧系读做 Regisu， 咁啊啲人咧就觉得咧个读音咧应该系以日文为准嘅。嗱，咁样你哋会选择边个发音呢？系用呢个类似日文嘅讲法啊，咁样跟其他柱神 Regirock、Registeel、Regigigas 讲个 Reg 出嚟啊，定系按照呢个英文嘅正常发音呢？好啦，咁雷吉艾斯都讲翻个数据啦，攻击力179，防御力356，HP 咧就160，咁攻击力咧就高过大家熟悉嘅贝贝龙，咁啊落喺呢个长毛猪同埋呢个阿罗拉穿山王之间。但系啦，佢嘅防御方面啦，佢嘅防御系喺冰属性最强，亦都系喺现时所有宠第二强，仅次于虎虎。咁啊，而喺 HP 方面咧，佢嘅 HP 咧就系稍为高于呢个平均嘅，所以咧综合起嚟咧，其实雷吉艾斯嘅最高 CP 咧系有成3087噶，所以以 CP 嚟讲咧，睇落嚟咧就好似系最强嘅冰属性啦。但系事实系唔系真系如此呢？嗱，咁先讲埋佢嘅属性同埋呢个团体战攻略啦。咁啊，雷吉艾斯系冰属性，可以专门打飞行龙草。而佢咧就系惊钢、格斗、岩石同埋火属性，咁所以咧打任何技能都好啊，首选怪力同埋超力王。咁虽然佢哋对雷吉艾斯嘅三个技能系冇乜特别嘅抗性，但系咧都系胜在喺冇咩弱点。咁如果系暴风雪啦，咁我哋可以见到咧喺自动选择咧系一定会有呢个波士可多拉同埋 Coelca 或者系鲤鱼龙嘅。咁我哋咧系可以用多啲火或者系降属性。咁火属性嘅代表就有识得用爆炸烈焰嘅喷火龙、火鸟、炎帝、火衣贝同埋风神犬。而降属性咧，我哋亦都有巨金怪同埋巨钳螳螂。而作为使用击落加尖石攻击嘅班吉拉咧，亦都系对付暴风雪嘅好选择。而如果是地震的话，我们可以见到自动选择会有利基亚和启暴龙。那岩石降属性呢就通通都不可以用，因为呢会被个地震呢秒杀的。而大部分的火属性呢亦都不可以再用。那剩余的就是得火加飞行属性的喷火龙和火鸟了。而如果是真气弹的话，我们可以见到自动选择会有利基亚和耿鬼。咁啊，作为双重怕格斗嘅大班啊，如果攞去打呢个真气弹嘅雷吉艾斯，就等于去送死嘅啫。所以咧，千祈唔好戆居居咧拣咗只班出去啊。咁啊，呢种情况咧，就用火加飞行嘅喷火龙同埋火鸟咧，会较为合适。
因此啦，如果你唔想烦嘅话 ，set 定六隻2000几 CP 嘅怪力战斗部队就得噶啦。再且啦，怪力打道馆都好有用，升上去咧都系终身受用嘅啫。并且啦，都提埋下啲极限嘅情况啦。咁冇天气加成嘅话，需要四个人。咁每个人咧就用大约九隻怪力嚟去打，而当中啊，大部分怪力咧系需要喺38 level 或者以上嘅。咁样咧就系因为大概喺嗰度咧会有最终嘅耐力突破点。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你都可以睇下我之前所做嘅四人挑战嘅。而如果喺阴天嘅话咧，咁四个人嘅挑战咧系变得简单好多嘅。每个人用大概九至十隻2400或者以上嘅怪力咧，就应该可以升任嘅。冇怪力嘅话，你亦都可以用超力王，但系咧就需要升得比较高咧，先至可以有逼近怪力嘅威力。而最佳技能方面啦，由于佢系冰属性啊，我哋会想佢用冰式加暴风雪，因为咧有呢个相同属性加成，伤害力咧亦都会越高。而其余嘅技能啦，喺防守上咧会有作用，但系神兽咧系唔摆得喺道馆嘅。所以防守技能咧系毫无意义嘅。当然啦，如果假以时日 N 技放宽神兽摆入道馆嘅话，暴风雪或者系地震咧都会系唔错嘅防守技能。咁啊，阵间我亦都会讲下点样咧向呢个雷吉艾斯抛波。但系首先啊，我要先讲咗雷吉艾斯有几好用或者系几冇用啦。咁啊，以去到第三代嚟讲啦，雷吉艾斯咧喺冰属性嘅攻击力咧系属于中上，而耐力咧系属于顶尖噶。如果摆喺道馆嘅话，你大概咧系预计呢个幸福蛋同埋吉利蛋之后咧，咁佢都会系喺第三或者系第四难打嘅精灵。但系啦，雷吉艾斯系神兽，系唔摆得道馆嘅，所以咧呢样嘢咧系作废嘅，我哋只能睇攻击力。其实游戏入面最强嘅冰属性咧，就可以有两只，一只咧就系红唇蛙，一只咧就系急冻鸟。咁红唇蛙咧主要系冰属性嘅玻璃大炮，而急冻鸟咧系平均地强嘅。雷吉艾斯攻击都差过佢哋，但系咧综合耐力咧都比佢哋咧要强嘅。咁讲佢有啲似冰属性嘅卡比兽或者系里基亚啦。但系如果真系同嗰几只出名厚血嘅精灵比较啦，雷吉艾斯得179攻击，咁比起一般攻击，起码有190嘅坦克咧系有段距离噶。而技能方面啦，缺少咗呢个冰属性最强嘅雪崩，暴风雪咧以所有技能嚟讲咧唔算系特别强嘅技能，所以咁样听落去咧已经觉得呢个雷吉艾斯咧麻麻地噶啦。再攞个图表出嚟啊！咁啊，呢个咧就系由 GamePress 嘅资讯网制作出嚟嘅。咁呢度咧就显示咗唔同精灵对付裂空座团体战嘅 DPS 以及 TDO。嗱，如果你唔明 TDO 嘅话咧，咁呢个 TDO 就系代表 Total Damage Output。咁呢个亦即系代表咗精灵死之前总输出嘅伤害。而呢个 TDO 往往咧就系同 DPS 同埋耐力挂钩。咁上面好多点啦，咁我哋净系 show 打裂空座最好嘅一批啊。咁啊，同埋呢个雷吉艾斯比较啦，咁啊呢度就睇到急冻鸟咧，相等于系一隻耐力高少少嘅长毛猪，而雷吉艾斯咧就等于一隻耐力更加高嘅贝贝龙。如果喺多人打嘅情况下啦，雷吉艾斯唔单止系做到嘢啊，而且系节省药水，但系喺少人打嘅情况，雷吉艾斯尽管有高啲嘅血，但系 DPS 偏低，导致成个战斗延长。间接咧令到你咧死得更加多精灵，浪费药水复活药，甚至咧系完成唔到对战嘅。所以如果喺正確场合嘅话咧，雷吉艾斯算系好有用武之地嘅。但系喺对付弱兵嘅嘢，往往一定会有好几只比雷吉艾斯更加理想嘅选择，因为最好嘅选择往往都系 DPS 高嘅重，而唔系 DPS 低嘅。例如话打裂空座啦，咁啊启暴龙、裂空座、急冻鸟 DPS 更为优胜，而且耐力亦都唔算系太差。而去到第四代啦，冰衣贝、象牙猪同埋呢个马骝啦咧，亦都会系超越到红唇蛙，甚至系超越埋呢个急冻鸟，咁导致比起呢个雷吉艾斯咧优胜嘅精灵更加多。所以现实啲嚟讲，雷吉艾斯系冇用噶。
咁喺个影片结束之前啦，咁同大家示范一下点样 excellent 呢一只嘢啦。咁好简单，锁圈咧最大咧就可以咁大嘅。咁抛呢只嘢咧都好简单下嘅，锁圈咧最大咧可以锁到咁大。咁抛两三下球咧就应该可以掌握得到噶啦。咁你慢慢练，慢慢练就可以去到咁细个圈。但系最后都系烟咗咯。好啦，呢条片就讲到咁多住。中意呢条片嘅就记得俾个 like 同埋分享呢条片。中意呢种内容而未 subscribe 嘅就记住订阅加提醒通知。我系 Apple Crimson， 我哋下一条片再见。